国风，我觉得可以夹杂到现代的那种，带点中国我们自己的特色啊文化进入到各个唱歌舞蹈里面。我觉得我在努力变成国风美少年。老师好，我叫，各位观众好，我叫哈尼克孜，来自新疆乌鲁木齐，可以叫我哈尼。哦，哈尼，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。哎，接上了，可爱，很漂亮，漂亮。来看完这个节目的感受，超美，很美，真的很像就是敦煌的壁画上的小仙女儿，嗯，直接从壁画里跳出来。其实我前一阵子刚在敦煌演出，也看了飞天，当时看的有点不一样，这一次感觉更有新疆的元素，加了很多元素在里面，有现代有新疆，就是整个舞蹈是编排是完美的，但是就是可能舞蹈跟舞蹈之间稍微黏糊了点，要去展现这个国风之美，它那个度一定要用去把握好才可以。